真吃两口，真吃两口。座位上是十五个吗？我左手跟不上，我左手就跌了。他出去了。哎，好重。又把五六米的打进去了。哇，这是最极致。那个逆转太扯了，十比一的逆转太扯了。刚才女生的啊，原本十比一就逆转成25比19，超猛的。男生输，男生输。对。我看了一群今年的班级学姐，在那个专场训练车，这些学姐，没有看到一个体育班的大姐这样，还打第六名。没事。我们好像也没连前前八都没有。所以你们要那个女生以死谢罪，是以死谢罪。发球过去就应该得分的，不是吧？没说这个时间不打的话，